大家晚安，这里是全球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今天是个大日子，这是民主党的全代会首日，就在台湾时间今天20号的上午，在芝加哥登场。党内许多的大咖，包括了第一天美国总统拜登，还有这个前国务卿希拉蕊，都有到场来力挺贺锦丽。好，其实这个拜登家族里头，包括了第一夫人吉尔，还有第一千金艾希莉拜登，都是有现身，并且有上台演讲的，就是要力挺贺锦丽，要代表民主党出战总统大。那贺锦丽也有发表演说，一开始贺锦丽他就表明说会永远的感谢拜登，并且他说接下来重点就是实验要打败川普。当然说到这个重点，群众的情绪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昂。而希拉蕊的部分，稍早他也在全代会上头发表演说，首先也是称赞拜登是民主的捍卫者，并且他也是表态力挺贺锦丽，也说永远贺锦丽都会为美国人提供最强力的支持。好，今天的民主党全代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除了大家都在感谢拜登之外，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哦，就是这些党内的大佬对于拜登他先前做出这个退选的决定，都是很感谢他的，好让这个年轻的一代有机会可以世代交替，可以来出来选。而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民主党全代会是通过了2024年版的党纲。那这个党纲呢，其实它也是临时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先前大家都是以为说，拜登要选，所以他就是依照拜登他的一些外交内政上的政策去编写的。不过后来在7月中旬的时候，就突然决定拜登不选了嘛，那换成贺锦丽版的，所以现在是贺锦丽版的党纲。那这一次的党纲跟过去4年前的有什么样不一样呢？是首度纳入了对台6项保证，并且重申在台海政策的部分、两岸的部分，美国还是重申他们的一中政策。其中对台政策是恢复了4年前党纲里面删除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样子的用词，把它加回去了。另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还有美中3个联合公报6项对台保证的一中政策的内涵，要确保两岸的任何一方不会片面改变现状。而另外在中国大陆的部分，最新的这一版民主党的党纲也强调对于现况很有可能被改变的担忧，那里头也独立中国的章节，台湾政策是名列在其中。另外也定调中国就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的对手。好，第一天这个全代会上头的最大惊喜，就是原本没有排定登场的副总统贺锦丽，他原本是要在最后一天才要压轴演说的，但是他今天突然惊喜现身，并且上台和群众来互动，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嗨到最高点。贺锦丽在简短的致辞当中，也是特别感谢拜登对美国的领导，并且带领着支持者欢呼说：“如果我们战斗，我们就会赢。”这样子的竞选口号。This is going to be a great week, and I want to kick us off by celebrating our incredible President Joe Biden.Who will be speaking later tonight. Joe, thank you for your historic leadership, for your lifetime of service to our nation, and for all you will continue to do. We are forever grateful to you.而在今天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登场，第一天的议程大咖云集，包括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贺锦丽他本人有现身之外，美国总统拜登稍早也发表了谈话，另外还有他的内阁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有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都有到场。而前美国国务卿希拉蕊他上台致辞的时候，他也对比贺锦丽和川普最大的不同。 As a prosecutorKamala locked up murderers and drug traffickers. She will never rest in defense of our freedom and safety. Donald Trump fell asleep at his own trial. And when he woke up, he made his own kind of history. The first person to run for president with 34 felony convictions.好，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画面，希拉蕊要上台的时候是获得如雷的掌声，在场非常多的民主党支持者都是欢声雷动，而且这个鼓掌声是超过了2分钟，久久不停。其实芝加哥就是希拉蕊他自己的本命区，他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但是当时就被川普给逆袭当选了。他强调贺锦丽是对的选择，美国的女性参选是没有天花板的，全力支持贺锦丽要更上层楼。好，但今天最大一个重点就是拜登在稍早的时候，他有发表演说，而他的全家大小都有来到会场。事先由第一夫人吉尔登台演说，向观众
阐述了拜登的谦逊，并且也回顾了拜登是如何放弃竞选的心路历程。而随后拜登在女儿艾希莉的介绍之下登场，他表示民主现在已经实现了，但现在的首要之务就是要如何维护民主。I stand before you now on this August night to report that democracy has prevailed. Democracy has delivered. And now democracy must be preserved. Let me ask you, are you ready to elect Kamala Harris and Tim Walz?拜登他在上台的时候和女儿拥抱，并且很激动，一度是拿出手帕拭泪，接着全场举起了旗帜，大喊“我们爱乔”，长达四分钟。而他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是大打政绩牌，包括了一扫新冠疫情的阴霾，还有重建美国的经济，降低处方药价的价格，还有达成基础建设法案，并且他强调所有的政绩都是一起和贺锦丽创造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